主席，各位委员，我是那个大道里里长啊。其实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已经参与了，从头几乎参与到目前为止。那个，其实我们这么讲，这整个博德设计规划的时候，事实上是蛮违反民意的。为什么违反民意呢？就是说，刚刚我们有位李明提到说日照权的部分，那事实上这整个计划书在那个后续台北市政府曾经有承诺规划过，说他应该退缩到30米的空间，这是社会局，包括社会局，包括所有的政府单位的话，已经承认这份事实了。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一份的规划上的时候，事实上有蛮大很多很大的疑义。试想看看嘛，在北基地的部分，它只有8米部分，而这个计划书好像只有12米。12米能够做什么呢？你说避难空间吗？也不对。你说消防通道吗？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停车吗？也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计划原本就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好，那然后当这个案这个、本案的时候，曾经博德有跟台北市政府做过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判决或怎么样。事实上这一份的部分，好，还是回归到12米的部分或周遭部分的时候，应该退缩足够的空间。这一点的时候是这一点也是获得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承诺。假设说可以有个30米，事实上空间也出来了嘛，休息也出来了嘛，为什么一定要在这12米？12米真的是没办法做什么。好，那所以说基本上我也知道说这一场的会议是在某个因素之下所召开的。那回归这一份计划，基本上是应该被剔除的，应该重新再做规划。以上报告，谢谢。感谢李长。再是那个赖小姐嘛，是，哎，赖小姐，没关系 ，OK。来，请哦，3分钟，谢谢。哎，主席好，我是公民记者，好，齐宝宝，就是我来了，每次我都来，那这次我把我的报道放在这给大家看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简报档吗？啊，这是我的简报档 ，OK， 这就是我的新闻 ，OK， 再看下一张，啊。我是质疑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环境说明会不在周末开，不在社区中开，在这里开？我不了解为什么。接下来呢？这不是说明会。好，这个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台湾，我们说我们有一个银色的传奇，说那个淡水的那个双连的养老院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关在这个围墙里面的，请看下一张。那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很多人都希望是进入到这个地方去。再看下一张。那我想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在大陆在对岸，他们有提出一个金太阳养老服务，他们是一个没有这个围墙的养老院。再看一下，那他这边有他的电视台为他说明这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是怎么样做的。那这个养老院呢，它是有点像救助，紧急救助，像我们这个像我们的那个什么消防局他们的那个老人救助，但是这个是扩及到平民一般的老百姓，而且是无偿的啊。那他们从2008年一直从私人建立，然后一直到发展到拓展，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非常多的团体在加入。再下一个，那他们原来是在这个是福州，他们现在已经扩展这个样子。
这是他们的那个推展，再看下一个。那他们也计划要搞到全中国去，再看下一个。那习近平呢也去去探访这个地方，再看下一个。这就是那这边有这个他们的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再往下看。好，没关系，因为我下一个是赖芬兰的一首。我合起来是六分钟嘛，因为那赖小姐她没有来，她让我跟她说，没有，她有委托给我，她可能没有在这里来，要现场跟你讲才可以。大概知道，这是改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再盖这样的一个。对，这可以了，改这样。了解。没有现场出席。对了，这是这改这样，对，我很了解。关心这个议题，改这，大家知道你的意思，知道。对，档案你也盖好。他有委托。没有，要现场登记，现场没到登记的话，你一定要在现场。大概知道你的用意了，你先可以了解那个会长经济的。好，下一位是。来，请下一位。三分钟好，谢谢。主席，大家好，我是高先生，我是在福德街84巷大连里的里民，最低层的里民，我们也是很欢迎说以后要赶快开发，但是有一些我也很关心这个以后交通的问题。什么交通问题呢？我请问你一下啊。这两个字是怎么形容的？这两个字应该是道路嘛，道路，请问一下交通局，道路要坐车子可以开到那个人行道吗？可以吗？车主可以开到人行道吗？对呀、啊、对呀、啊。那为什么我们宽直博爱那个园区呢？那个中间那条开辟呢？开几米你们知道吗？你们1995年就计划好了，说11米计划道路，现在为什么呢？只有开数米区而已呢？这个车主两个车主怎么走呢？应该你们不要包括这个人行道嘛。我们大连里的里民都在骂，为什么这个地这么大，为什么开这个路这么小呢？对面那个林口街38巷就11米，这么大啊，对面就是这么小，那以后怎么讲呢？我请问交通局，你等一下把我解答一下。那然后呢？这个也是1995年哦，我们福德街84巷要拓宽15米，要加10米，现在是11米，要加15米。你看，这个是以后的路段要是车速这么大，你们说车速没有那么多，这里以后开发的话，我看你啊，人潮都车速也很多了，会塞车了。这个我们那空气品质，我们这不知道。隔壁哦，那个你看，每天都在输那个车主的空气，应该这个福德街84巷，要叫原来计划，原来计划是15米，不要说，以前我们里长哦，要来看第一处、第二处，要来开会，我们大连里长都不知道，他只有一个人来说，这里他说呢，大连里的里民一。大连里长意见说，本里里民要求要保留是什么84巷，什么树木，什么不拓宽什么，这个是不我们不是我们里民都不知道啊。大连的里长为什么两处都在你开会的时候，我想以后哦要听我们里民的话，不要光听那个里长的话。有些里长的话是很好，但是有些里长不是稍微省。OK， 感谢，知道。所以我们这个是很重视哦。
以后要听我们的李明的话、okay. 你们要开花的话要听我们李明的话，谢谢，感谢，不要 光听这个三字还是什么李长的话，感谢感谢，知道知道，今天你的表达你看大家知道，以前他的开会我们李明都不知道， OK 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好，谢谢，乱来嘛，是不是，谢谢谢谢，好，谢谢，感谢感谢你的发言，感谢，我们是请下一位，我们是陈小姐，是来请请最后一位来三分钟，好，三分钟，请，哎，请，是对，你要这一张吗？嘿，来，请把握时间，好，把握时间。我是最后一个哦。好，对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案的，我们下面还有三个，请请，哎，哎，对对对，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这个广池是在这里，广池公安院在这边，然后。这边有两处土石流，这边就是胡德街89巷口，一直往山边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土石流，台北051浅市的溪流，民国95年的时候，市政府将311个人车搬迁撤离，它有煤矿，煤矿扎线很多，地层不稳，这边有土石流，还有这边。这边也有土石流，这边是本来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是因为土石流而冲到这边，所以永丰国中就是因为这样子填成建筑的。好，然后这边路很斜，所以这边那个早期的时候煤屑坑啊，煤屑哦都会冲到这里，那整个胡德街都是水的领域，都是水，是一条河，都是一个河，这边都是湿哒哒的，然后。因为地层，因为这边哦地层很脆弱很不稳的，广慈博安苑目测就可以看到地表一直在下陷，硬要盖商业大楼，超载的建筑物体会构成超荷的重量压力，在新建的过程中地层会震波影响附近在地的建筑物，广慈遭到地软地层不稳，是下坡地，几百年以前水的领域又很大，北市政府经费很多，一定要先做地层钻探检测，不能省，不能再回答说先建再说，不能糊弄，不能规避滑皮，不能说经济部不能说这边没有断层，你们就这样糊弄的就通过，要诚实面对，程序要透明，发生了意外，要听人民的声音，不要像高雄市政新北市那个沼气的事情，那个瓦斯那个沼气的发生了意外，损失你们会更多，那个地表脆弱不稳的广慈博安苑木子博德，在99年的时候，在大道路那边在车旧建筑物的时候，我们家是在靠山的这边，距离还有一段距离，摇晃得很厉害。我的目标就是因为这样而引起我去找资料，是很厉害很厉害。你们要看看哪里是要。你们要那个。政府要请一些专家来看哪一个地方是危险地段，要探测，要地层段，哪一个是不重要的地段，不是说都不能建，你安全哪一个地方是安全地带，哪一个是不安全的地带，你要地层检测嘛，不要说建了再说，不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商业利益之上。OK， 感谢，非常专业的陈述，感谢感谢。各位专业人员不要这样子，我讲了很多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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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很辛苦，没有用。你们说你们的，我做我们的。好，那你像高雄发生的那个事情要怎么办？对，谢谢啊，谢谢谢谢陈述意见哦，这个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嗯，谢谢，来。